WiFi，WiFi， 保佑我追到王一楠。如果我愿望成真的话，我每天都给你买小鱼干吃。追到王一楠，追到王一楠，追到王一楠，给你买小鱼干，给你买小鱼干，给你买小鱼干。哎呀，我这是在做梦吗？这梦也太真实了吧！既然是做梦的话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王一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很久很久很久了，但是你平时真的太凶了，我根本我就不敢跟你表白，我每天我都疯狂的想要见到你，可是见到你呢，我也不敢跟你说话，生怕你嫌弃我。那你现在就敢说了？对啊，反正是在梦里嘛。对啊，是在梦里，那我干什么都可以了。梦醒了吗？醒了。我很凶？啊，不不不，一楠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刚才是个误会。误会？对对对啊。你说你喜欢我，是误会？啊，不不不不，那个不是误会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我是说，我刚才以为我在梦里，所以我才亲了你。我向上天发誓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是绝对没有胆量干这种事情的。你不敢？嗯。我敢。既然是真的，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男朋友了，有意见吗？没有意见。没意见？嗯。那再来啊。再来就再来啊。